2003年到现在已经第九年了，在这九年之间我们参与过非常多的演出，国内外海外，包括昨天雅马哈日本音乐大赛，我们都参加过了。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在我的右边，这位是昨天雅马哈热门音乐大赛第二名火烧岛乐团的吉他手阿信。因为我们的吉他手小黑在金门当兵，明天才退伍，所以在他不在的这一年里面，全部是由阿信帮我们弹所有的演出，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？他才17岁而已，17岁。现在这一首歌，我们邀请到今天所有高雄最优秀的金属乐团，通在这里。让我们欢迎漂浮者、萨基、抓卡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壮哥，谢谢闪金，谢谢漂浮者。